这里是二十万，是安仔特意让我许给你的。安仔这个王八蛋，数年没看过我一次。安一鸣，周胜华出狱很久了，你不是准备了二十万给他吗？我就不去见他了。你别忘了，他曾经是你大哥，他很爱面子的，你不去真的会惹毛他。急什么嘛，华哥风采依旧啊。那个时候你放下一百万，现在是一千万。你现在是百亿老板，一千万，你看我像乞丐吗？啊！时代变了，好酒我带来，菜帮你点了，吃不吃你自己决定吧。那看来我要好好会会这个混蛋才行。喂，真没想到，原来是你。你就是个工具人。你的神罩不住你的，我会在牢里等你的。